本栏目由汤臣倍健蛋白粉独家冠名播出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刚辞旧的钟声在大地回荡，当喜庆的焰火在星空绽放，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向我们走来了。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3年天津卫视相声春晚特别节目，欢迎大家。这个我得问问您啊，好，这个您觉着，在您心中年味儿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在我心中，我觉得年味儿啊，就是亲戚朋友团聚在一起，大家呢一起开怀畅饮，然后呢大家一起聊聊天儿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大年的时候看我们天津卫视的相声春晚。已经连续4年了，是的，在天津卫视搞这个相声春晚，每一年都比每年更提高更火爆，是的，大家也越来越爱看。没错，哎，你今天有没有发现这个大家手里都拿着非常有意义的东西？对，我考考你啊。好好好，他们拿的这都是什么东西，有什么用？说实话啊，有的我认识，有的我还真不知道。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个头一个这叫张九太啊，您认识了吧？啊，九太好，您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拜年拜年了，拜年了。他拿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芝麻杆吧？可以，芝麻杆上面原来开的是芝麻花，用芝麻开花节节高，象征着来年呀更红更火，日子过得更好。花开完了，剩下这杆怎么办呢？就给它踩碎了，踩碎踩碎，踩的是岁月之岁，辞旧迎新过大年。哎呦，这好寓意呀。这个芝麻杆我知道了，我特别在意赫罗手上拿的这个，这黑不溜秋，这是，哎呦，你可算到我了，我都快钻不动了。哎呦，这个、这吃的吧，这多新鲜，这梨，这梨怎么这色儿啊？孔融的梨。你别蒙我啊。不是，这是东北的冻梨。最早发明这冻梨的是因为那梨没拿进去，忘了吗？在外边，其实并不是这个原因，是因为啊，这个梨啊，人家忘拿进来了。这不一样，这不又说一遍吗？这不并不是这个冻梨呢，具体这个历史啊源远流长，只有来贵客的时候去给他换几个冻梨，就是化化化化，然后就换几个冻梨，端这么一盘还不能多了，因为这都吃没了，下一波贵客没有吃的了，所以只有贵客的时候才能给他上这个高等水果。你爱吃这冻梨吗？太爱吃了，这什么味儿？怎么得的糖尿病？这什么味儿的呀？这个冻梨，我没吃过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闻一闻得了。这个就给闻一闻，我也没吃过。嗯，那你俩一块闻，我一人闻一个吧，好不好？这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点小礼物，怎么还一空手拿的呀？谁呀？没空手啊？这手里怎么没东西？拿着呢。啊？没有，我那个我拿一下去吧，因为我们河北有一习俗，这不好给大伙展示。哎呦，河北的习俗。这是我们河北的习俗，给各位捂一龙头。你捂得住吗？啊，捂啊，捂不住，捂不住。捂龙头，朋友们，我也是第一回捂。有没有我配合你一下啊？噔噔噔噔，唰！哎哎，跟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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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！这不耍狮子吗？这个就是特别吉祥如意，热闹是吧？对，国泰民安的意思，风调雨顺。高老师和王九龙手里拿的这是这个，大家都熟吧？这大家非常熟悉。你能不能好好介绍介绍？这在我们天津这叫吊钱。对啊，在你们那儿叫什么呀？啊，也叫吊钱。哦，也叫吊钱。都天津的吗？都是天津的啊。对，这吊钱啊，他不只是我，一问九龙，他也得说这是他心中啊最有年味儿的东西。
您说的太对了。你说这比煎饼果子怎么样？这煎饼果子、啊，煎饼果子可比不上它。是啊，这个这代表什么？就是过年了，家家户户呢，为了讨一个这个喜庆祥和，对，哎，就把这个呢贴在这个窗户上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就这什么时候贴呀？这有日子，这是必须赶上这个腊月二十九贴。啊，到了正月二十五才能摘，对，有这个说辞。嗯啊，二十九贴道友嘛，哦，就是说贴的这个，贴吊钱，贴这个，嗯，对吧？对联啊，横批啊，福字啊，吊钱啊，尤其咱们天津还有那个肥猪拱门，对，都是那个时候给它贴上，象征着一年呢吉祥如意。好，好，对不对啊？哎呦，这个好，这个每个人手里拿着都象征性。带着自己家乡的一个小特点，是的，小特产。嗯，您是哪儿人呀？我是内蒙古人，嗯，对，而且我又是蒙古族，嗯，在我们内蒙古啊，其实我觉得最有寓意的呢，就是我们能歌善舞。能歌善舞。对，因为你看啊，蒙古族的舞蹈里面有什么？顶碗舞、酒盅舞、筷子舞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些都是吃饭的家伙。哦。对，吃饭喝酒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般就是在饭桌上，大家吃着吃着就开始唱。开始跳了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喝多了就这样。您已经聊到能歌善舞了，那您是不是在这儿给我们展示展示？您给我们跳跳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出了一能歌善舞的了。对，来给我们来现场来一段，大家爱看不爱看？哎，来来来，行。那我就给大家来展示一小段，然后给大家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啊，嗯，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我还真行。这个我们德云社有很多相声演员都是北京的和天津的，对对，其中有一组合就是逗哏的，就是北京的，捧哏的就是天津的，有这样的吗？这个就是这位黑白组合嘛。大家好，二位哦，我是来自北京的啊，北京的九零，这是天津的，我也有名的，我是来自天津的九龙，谢谢大家。你们搭档多长时间了？搭档得奔十年了，九年多了啊，九年多了，九年多了，嗯。所以今天您二位要不要给我们开一个场子？不要？可以啊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哥俩就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啊，有请张九龄、王九龙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九龄和九龙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相声表演，有请。朋友们，过年好！给您拜年了，拜年了。谢谢您啊，哎哎，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舞台，非常的高兴。天津卫视，对，咱们这是相声春晚呀，哎，每年呀，都有不同的题材，嗯，年年的题目都差不多，什么呀？围绕着喜庆祥和，给大家在春节呀带来欢乐，哎，年年都不一样。我跟九龙关系不错，关系好，我们俩每年都互相走动，对啊，跟家里关系也好，特别的熟。王九龙的父亲王八龙，我是特别的了解。您先等会儿，您这大过年，咱别骂街行吗？没骂街呀。我爸爸王九龙的爸爸，王八龙。您不九龙，您爸不八龙不行吗？我爸爸是我哥哥，是怎么着？我爸爸，王老爷子。哎，就这么说，我是最了解的。哦，他熟悉。哎呦，老爷子在生活当中是特别热爱生活、享受生活、自信乐观这么一个状态。老头想得开。我记得去年春节发生一档子事儿，哦，太有意思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上家找老爷子去。嗯，哎呦，来九零九零。上我这阳台看看来，阳台有什么新鲜物件啊？您给说说。老爷子呀，嗯，买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。鹦鹉？哎，会说话的鹦鹉。哦哦，这鹦鹉啊便宜，多少钱呀？别的鹦鹉要说成千呀几千，这鹦鹉200块钱就买回来了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么便宜啊？因为这个鹦鹉啊说话会的东西不多，就会俩字儿，还是天津话。什么呀？谁呀？什么？您这是天津郊区的吧？您这是，
哎，天津北辰的一屋是不是？啊，那不是多好，这都即兴创作的包袱。你要是没编排好啊，就不要学。您给我们来一天津市里的鹦鹉怎么说？谁呀、啊？您看看，哦、都这么说，哎。学了很久说话，就学会俩字儿，谁呀？谁呀？哦，就这俩字儿，谁呀？嗯，要是新玩家不敢买，是怕买回来教不了别的话，糟践钱呀。对呀，他爸不害怕，我爸爸老玩家有经验，他懂的。去年大年初一把这鹦鹉买家来，嗯，放在这儿，他爸爸冲这鸟要教说话。哦，恭喜发财。哦，教个什么吉祥话啊？这鹦鹉，嗯，谁呀？哦，这回标准了。万事如意。你看，你爸鹦鹉拿现场来了。好家伙，还不止一只。万事如意。嗯，谁呀？喜庆祥和，谁呀？就会说这俩字儿，简单接说吧。嗯，好比这万事如意这四个吉祥话，就这四句四个字啊，他爸爸就打大年初一，嗯，教到破五都没教会。好，我爸也实在没事干了。一直没学会，哎呀，初五给他爸气的啊！买张机票上三亚玩去，上三亚玩去啊！气温一到零下，他爸直飞三亚嘛，对不对？上三亚玩去，他爸刚一走，家里啊来了一个送快递的，哦，过年买的快递，哎，还写着必须当面签收哦。这快递员在门口，家里没人呢，没人啊。这鹦鹉在屋里说话了，说的是谁呀？哦，问问一问。太好了，嗯，好多这个收件人呀、啊、都出去玩去了，嗯，这家我算没白跑。是，哎，您好，我们那个是送快递的，嗯，谁呀？送快递的，谁呀？送快递的。您这嗓子别喊了，嗯，简短截说吧，嗯，他爸爸正月二十从三亚回来，哦，没少玩，哎，刚打开楼道门，一到家门口，哦。看门口躺着一个快递员，躺地上了，躺在地上口吐白沫，这都抽了，已经抽搐的状态了。哦哦哦，他爸说：“这大过年的不添堵吗？”是啊，赶紧问问吧，这出去十五天没回来了。啊、哎，哥们儿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里边鹦鹉说话了，怎么说的呀？送快递的。嗨，鸟学会了。哎呦，哎呀。没法弄，他爸就喜欢这个，好研究。哎，我跟他爸也爱聊天、嗯、啊，因为这个小动物这方面啊，我们也喜欢。对，尤其到过年，我更能想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小时候我们在北京逛的叫庙会，有哎，庙会有那个打把式卖艺的，见没见过？见过见过。有这个耍猴的，啊、您见过吗？耍猴的，我太见过了。我给您学一学啊，特别有这个喜庆的气氛。您给来了，手里得拿着那铜锣哦，哎，用那个声音呢，对那个猴发号施令。锣跟锣锤吗？一般这样的。您给来了，堂堂堂堂堂的令堂令令堂堂的令堂令令堂，打开了柜儿，开开了箱，那一个假脸你戴上。您先等一会儿。嗯，什么叫假脸啊？就是给猴戴一面具。哦，哎，这猴戴上面具，冲观众一鞠躬，嘿，罗圈这么一转，观众掌声鼓励，也给钱了。还有更精彩的呢？还有什么呀？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那一个帽子你戴上。哦，这回改帽子了。猴一戴帽子，嗯，再一鞠躬。过去庙会有零打钱呀、啊。对，观众一掏钱。过一肥年，今儿就挣下来了。您说训猴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。虽然猴很聪明，对，但毕竟是动物，哎，对，有野性。哎，一般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没这么听话，嗯，也得用锣和锣锤声音去刺激它，反复的来。在家是这么练的，您给学学。打开了柜儿，开开了箱、嗯，那一个帽子你戴上，练呗。给那猴戴一帽子，嗯，猴能舒服吗？肯定不乐意呀、啊。你刚一扣帽子，这猴，啪，哎呦，甩下去了。掉了一次不成，再来一次啊！别着急，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捡起这个帽子你戴上。哎，再来一遍，这猴唰，哎呦，又摔下去了，又掉了。千万不能着急啊！啊，别急，不能生气。嗯，打开了柜儿，开开了箱，拿这个帽子你戴上。这还不能着急呢，这猴唰，嗯、哦，又甩下去。你看看，各位您记着，最多就唱两三回。嗯，这猴不是不带吗？不乐意带呀、啊，不对着猴唱了。那从后边抱过一只大公鸡来，鸡把公鸡放这儿、哦，让猴看着这人对鸡唱。打开了柜儿，开开了箱，那一个帽子你戴上。是猴不戴鸡能戴吗？鸡也不能戴呀、啊，鸡脖子很灵活呀。对呀、啊，你一戴鸡唰甩下去啊。哦，
再来最后一遍，还来？跟上了滚比上了笑，拿这个帽子你真生。这鸡再甩下去，您记住，最多就两回，就两遍，多一遍再也不上了啊！这鸡不是不带吗？对呀、啊，从后边拔出一把菜刀来，哎呦，哎，把这鸡摁躺下，冲鸡脖子，去你！哎呀，一下切成两半啊！鸡血呲了一天呀！是啊，给这猴都吓傻了，什么模样啊？这猴自己就唱了，这猴怎么唱的呀？我逮上就逮上，逮上。谢谢九零和九龙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刚才俩人说了一段什么相声？我们这节目叫《百兽图》。哦，好，这主要说耍猴表演的是吧？哎，对，是以这为结尾。这个原来我小时候庙会上还真有耍猴表演，有有有，包括还有坐小马车，现在有那个套圈套大鹅的，对，套大鹅那个。刚才你俩人介绍了，也搭档得有十来年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们两个人自认为你们两个人默契怎么样？我们自认为，您咱一块儿说吧。那还用问吗？我们自认为是有没有默契？特别的好，我们的还行吧，还可以。那今天我们就现场来个默契大考验，怎么样？还有这个环节吗？没有通知啊？那必须不能告诉你们呀！哎，一共准备了五个问题。咱这样，只要有三个差不多的，就算你们比较有默契，这怎么样？没错，我们最后有礼品送给你们。不是那龙头吧？不是不是，水龙头，水龙头，水龙头也行。有一个新春福袋是吧？哎，对，我们有新春福袋啊，期待一下福袋里面有什么啊？你们听好了，一共有五个问题啊，我来一个一问啊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哪？三二一，后台。可以啊。不光是我们俩，你要问师兄弟基本都是后台。对对对。哦，大家第一次见面基本上都是后台，不会说私下先认识一下了解一下？不，因为我们都是从小来德云社嘛，很多朋友都是现在师兄弟都是在后台学艺的时候我们认识的。所以这个问题算是有默契的哈。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，两个人之间谁的性子更急？三二一，他。我可能相比之下比他性子稍微急那么一点。对，他性子比较急。你会因为什么事儿急呢？也没有说具体因为什么事儿比较急，因为我他比我大两岁，他是94年，我是96年的，可能感觉我这状态比较外放，比较像一个大男孩。你是音箱是怎么的？什么叫比较外放？就性格比较外放，比较张扬，外向，外向。啊，对，比较张扬。完了是狮子座，他是火象星座的。我是火象星座，他是火柴座的。但是你跟张九龄急过吗？私下没有急过。太好了，下一个问题就问到了。好，来听下一个题啊。两个人上一次拌嘴是在什么时候？三二一，上次。你俩真不知道这个环节吗？那既然俩人异口同声都说了上次，那么好了，把上次因为什么拌嘴俩人一块儿说一说。一块儿说，一块儿说，那就三二一呗。那就啊，来，三二一，做节目。这也算吧，这可以吧？作品跟节目可以，俩人因为节目怎么拌嘴啊？你说吧，就是怎么说，我们俩有时候在节目对包袱的理解有时候不一样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那儿好，我会觉得我这儿好，可能会我说我会给他表演一遍，咱就按这来吧。他说我觉得按我这表演的好，但是遇上这种情况呢，也不是说真急，两个人放到地上去试一试，都是为了节目，可以实践一下，还足够默契了，俩人是吧？下面一个问题啊，张九龄、王九龙、栾平，这仨人谁更帅一点？三二一，我完了，没有前途了。你这个来年的发展有点堪忧啊。下一个问题啊，张九龄心中最具有年味的食品是什么？三二一，肘饺子。我们说的一子，可以，有子，回答已经50%了。对对，饺子、肘子都是子。这不能算，这不能算啊！这差的太远了。虽然说这题不能算，但是之前有两个题已经很有默契了。可以。那我们准备的礼物要给他们俩人了，是吧？我们的新春福袋可以送上了，来，来。谢谢你们，可以打开看看新春福袋里面是什么。我这还有一玉佩跟大家展示一下啊。哦，我这是中国结。嘿，我跟他这不一样。您这是？我这是大的中国结。
我这中国节底下岁数有静电，好好没有静电。那你看啊，我们送给二位的福袋呢，其实有非常美好的寓意，也是祝愿二位在来年能够身体健康、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。谢谢，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，也送给您，也送给您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哎，那你看，你们俩刚才说你们搭档有十年了，对吧？嗯嗯、差不多快十年了，马上。一般每次到过年的时候，你俩都谁先给谁拜年呢？一般是我先给他拜年。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来说啊，他是师哥，他岁数呢又比我大。对。我说师哥过年好，新年快乐，那个能白拜呢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还是不是？嗨，张九龄还真给王九龙点儿压岁钱啊。不是压岁钱，哥，他给我压岁的红包，来个红包，红包哦，来个红包，人家也比较大方。有时候现在更多的是，比如大家朋友有个群，过年一块抢抢红包，红包雨什么的，是吧？对对，往里发红包抢嘛、哎。那你给他发过红包吗？过年？嗯，没有，没有。这张九龄还真有点哥哥样。对，您等着，以后过年的时候少给我发微信，少给我发微信。我嘴还是说慢了，还是说慢了，因为过年时候拉黑了我们俩。你们俩要别老互相拜年了，哎，来到这儿了也得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拜个年。好，好，我是用家乡话拜个年吧。对，张九龄北京人，你就用北京话普通话给大家拜个年吧。好嘞，祝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咱呀吃麻麻都香，好不好朋友们？王九龙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，用天津话给大家拜个年，好不好？得嘞，祝愿在场，这天津话在哪儿呢？最后，最后，在场在座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感谢张九龄跟王九龙的精彩表演，我们刚才也看了看他们的默契度。下面咱们换一对，也是我们德云社非常有特点、然后观众也特别爱的相声演员、他们是张鹤伦、郎鹤炎，掌声有请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大伙儿了。哎，哎呀，就是我开心，我这能站在这台上，我就是开心。嗯，我本来寻思，我刚才上台的时候，我先来个绝活，什么绝活？我就一个跟头，我啪，我就翻到这儿来。你这趴像摔到这儿了。不是，我是为新年就得给大伙一个惊喜哦，给大伙个祝福。对了，对不对？新年嘛，就是祝愿大伙的新的一年来说，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阖家欢乐，大吉大利。郎老师啊，过年了，咱又长了一岁啊！那可不是吗？那个，你多大了？我算要今年这么算，我42了。42了，哎，你出生就30了吧？对，谁告诉你的？出生就30了。啊、出生时还不满一岁呢。真是这样的啊！反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啊，对于岁月来说，你有什么感慨的事情吗？就是头发越来越少了。这没有办法来说、其实呢，每到过年啊，我其实都觉得自己的越来的越想家。哦，因为是漂泊在外的孩子。对了，因为以往过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就没来北京之前，我在家里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干什么呀？谁说的烤串？哦，在家里边站岗。不是，确实是烤串。那你反驳人家干嘛呀？哎呀，刚才他喊了一个利民辣酱，知道吗？哦，哎呀，老家的人，真是我那时候烤串真的刷这些啊，就是刷这些酱。你吃烧烤吗？我吃啊。哪天我给你来一烧烤，你尝尝。我不吃。我烤的怎么就不吃啊？哇，你烤你看我明白了。其实他是对我的不信任。我当年你去打听打听，你上那个黑龙江伊春打听的，张鹤伦那时候在伊春烤串真的是不好吃。那还打听什么劲儿啊？哎呀，但凡好吃也不能来说相声来。这叫什么话呢？这叫误入歧啊！啊，这叫一个这个确实不喜欢，择木而栖。哎，不喜欢。那时候烤串吧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维持生计的一个手段，糊口而用。对了，所以说现在来说，一回家我还会去我那个串店，帮人打打下手。哦，就还是这个职业病，是吧？对，还想去，还想给人刷点酱。对，我一去的话，他那个人会很多的。哦，对，因为那样给我分成。那个。啊您在那儿入股了？不是，我就帮帮人家老板的忙。确实，鹤伦回家就是一个品牌效应。我喜欢人多呀，尤其这个过年来说，哎，一大圈人包饺子。什么叫一大圈人呢？我们都是一家子人，一群人包饺子。一家子人不得围成一个圈吗？那也不能说一大圈人呢，这是一大圈人。这是你们家一大圈人，就是你们家包篮子的。去你的！你呀，外边溜，你去跟他们几个斗地主去。
不是，我没那钱，我那。我们就是围成一圈，一桌子啊，这包饺子擀皮儿的啊，都是这样啊。我就是那个擀皮儿的。你不是那烤串的吗？那你跟烤馅儿、啊？烤串的过年也放假呀？你跟烤馅儿啊？你们家有烤馅儿的吗？对呀，你得熟悉你的工作呀。他们都跟那吃过烤馅儿吗？吃过没吃过？漂亮，都特漂亮。不是，你是在这布托呢是吧？不是布托，都是你知道我们这馅儿怎么往签子上穿？你穿筷子上啊。馅儿怎么能穿到筷子上？它都固定不了，它都是散的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您这不是馅儿，您这蟹黄了，您这是。那馅儿能穿？跟你开玩笑呢。包饺子大家都包，逢年过节的，年三十晚上大家一块包饺子，真是那样。我那个当时我就会这个手艺，包饺子。有一年咱们这儿过年，知道吗？啊，这围了好多人，是是，他们都不干活，我在这包。你一人包？对，那个我师娘当时是那个就包，我负责擀皮儿，包饺子，其他人都张嘴等着吃。哦，我特别用心，我把手都擀红了。嚯，擀红了哦！后来师娘也可怜，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你知道吧？擀红了发红包，你这红包够大的，你这红包二两俩似的，我俩二两啊，这不一样吗？真的不错呀！哦，就爱包饺子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擀皮儿其实很累的，哎，是个辛苦活。但是现在来说，包饺子就不用擀皮儿了。怎么呢？包饺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包饺子的器具，不是这包饺子还有器具了？有包饺器，包。那大过年的多味儿啊！包饺器你们没见过吗？真没见过，我们见过饺器，没见过包着的。你们好单纯呢！不是你什么包饺子的器具？这包饺器具也没见过这，这我也没见过。哎，在农贸市场门口，很多人都见过这个，而且它成本大套的，连说的可有意思了。不是，就不光是简单的说买吧买吧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个。不是那个大那么粗俗，谁来买啊？现在人都是你问一句，人家当当当当，成本大套，让你来，哎，这有点意思，你就听这唱，你也想买这个东西，是吗？来来一回，那咱怎么来呀、啊？这表演一回啊！我来那个卖脚气，不是卖包脚气的，你这玩意儿还能卖呢？这卖包脚气的啊！你来这个游客，我就随便走走，逛市场的，行不行？行，咱看看你这成本大套，来一回啊！好嘞，来来来，哎。我溜达溜达，哎，这个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到我这里转一转啊！机会不是天天有，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咱们这个东西好就好在了，家家它都是离不了的。你求老张、求老赵，你不如自个儿买一套，用完人家的还得要，对不对？你这玩意前怕狼，你后怕虎的，这点小事做不了主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我这儿花2块钱，你就能找回男人的尊严呢。哎，这什么东西能找着男人的尊严？你猜。不是你这卖什么的呀？包饺器，包饺器，包饺子的器具。这令狐冲、韦小宝他们都得吃水饺，岳云鹏、栾云平他们包的都不行。嘿，这位还老听相声。不是你这多少钱呢？2块钱，两块钱也不多，买不了房子，买不了车，旅游到不了莫斯科的，只卖2块钱。就这玩意儿2块？2块钱不叫事儿，闪不了腰的，差不了气儿，当不了房子，买不了地儿的。对不对？你现在米也贵，面也贵，你上趟厕所都收费。你来我这儿，你花2块钱，你就当上厕所了。我有病啊！我上你这儿上厕所了。我给你看着。我就不用那个，多讨厌的。啊，2块钱。那这你给我来一个，给来一个，先交钱后拿货，免得咱俩出啥错。出啥错不好办，打上官司到法院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不麻烦。你说你这样没用、啊、谁说没用呢？大哥买了给大嫂，大嫂高兴得不得了，高高兴兴买回家，就想送给嫂子一朵玫瑰花，3年5年用不坏，还可以传给下一代，虽然不是传家宝的，家家户户离不了他，离不了。兄弟你缓口气啊，我都怕你为这个到时候遮过去、啊、不用，行行行，不就2块钱吗？2块钱、哎、给你钱挑一好的，不用挑，你知道吧？一个爹，一个妈，一个藤上结的瓜，七狼八虎杨六郎是一个更比一个强，胡家兵杨家将，拿出哪个都一样，是都一样。我也跟他这溜了，得嘞，哎，我就拿你手里这个了。哎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这东西我跟你说，我来教你来看，现场给你做示范，放上皮儿，抹上馅儿，俩手一捏到一块儿，能前进能后退，就像铁道游击队全军出击，奥利给，打的敌人流眼泪，是流眼泪。哎，这还真不错。哎，这哎，你看这我这还可以哈、啊这个、哎，你看这只要没有神经病，是大人小孩都会用。怎么说话呢？大过年的招讨厌。
我觉得还行，我弄这个。你看，你看这位大姐，心又灵，手又巧，这活干的就是好。你呀、啊，你嘴巧，就是眼神差点儿、男的。啊、哦，这位大妈，心又灵，手又巧。大妈干嘛？男的。奶奶，这位奶奶。男的，男的。大哥，大哥叫大哥，大哥行。哎，这位大哥心又灵，手又巧，就是长得像大嫂啊。不要了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二位带来的精彩的相声啊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过年了就讲究是包饺子。对，我、哦、咱也聊会儿天啊。张伦在是不是娘那儿过过年吗？过过，我刚才其实在节目里边说了，我真是有一次包饺子，这是我这负责好几十人，他们因为那个厨房就能放下四五个人，当时师娘说谁会那个擀饺皮呢，我那时候在家当过两年烤串，我说我会擀，然后呢其实不挨着但是我那时候想表现一下吧，因为我觉得擀皮有什么的呀，我还在家里边自己练过，我就去擀去了，结果擀50多个人的饺子，你想想我手真的肿了，我师娘50多个人，我师娘真的给了我一个红包，但是我没有告诉其他人。我们没有包饺子，其实也给红包了。然后师娘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妈，那红包给的大吗？哎，那肯定比他们大呀。他是红包大里边钱少。我不能告诉他我有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按米算的是吧？嗯，反正二两俩。所以在师傅家过年应该算是最热闹的是吧？对对、人多嘛，气氛特别好。其实过年不就要一个团圆吗？要一个人多，要这个氛围。俩人一听说话就能听出张鹤伦是东北人是吧？黑龙江。这个东北过年，就是在你小时候都有什么记忆？就是放鞭炮和那个堆雪洞。什么叫堆雪洞？搭雪洞啊，挖雪洞，挖雪洞。就问什么叫雪洞？这不知道吗？雪洞，雪弄成一个洞，干嘛使啊？然后进去，对，然后再封上，对啊，不封上。但是我们就是东北过年不雪大吗？雪一大就堆一个大雪包，然后把里边都掏空了，外边泼着一点点水，里边呢稍微呢弄一点蒸汽，然后里边也有个保护壳，外边有个保护罩。我们这都专业雪洞，哇，天然小冰箱。对，哎对，然后我们在里边坐一会儿，然后出来之后把雪洞就踹塌了，那就挺大的这个洞了是吧？特别大，得有一人高，那雪洞。对，你得能钻进去啊。对，我们就为了搭和制作的过程啊，等你在里边待着2分钟，也不觉得冷吗？在里面没有屋里暖和，那肯定的。哎，你小时候放炮吗？特别爱放炮，但是从我懂事之后就不爱放炮了。为什么？给我自己崩了，在雪洞里放的。他猜对了，真是的。我们那时候过年嘛，兜里都揣着，把鞭炮啊，就是一个个拆下来放兜里，然后我们就放炮嘛。结果在雪洞里，大伙待着也没事，就拿出鞭炮点，他点，他崩，我也崩他，崩的里边看不见了。然后我崩的这鞭炮在耳边崩就炸了，一会儿那就炸了。那雪洞也没塌吗？雪洞没塌，我们人快塌了。然后就嗷嗷的往外跑，巧了，那个雪洞口啊还特别小，一个人出去的时候，那个人只能等着。那你出去，你也别想出去，就给他往回拉。就那会儿里边是烟，然后呢又疼，然后从此之后就再也不放炮了。所以这放炮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对对对对。这个郎伟岩在北京过年的时候都有什么记忆吗？北京过年小时候穿新衣裳，吃好吃的，拿压岁钱，放鞭炮，看升旗，看升旗，看升旗，大年初一看升旗，大年初一看升旗，然后起得早早的，然后其实就等于是过了12点，放完鞭炮，吃完饺子，就奔天安门广场了，然后看升旗，就等着升旗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挺有仪式感的，哎，对，这个还特别有意义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等着的时候你们不搭一个雪洞吗？我们不搭，因为我们没有鞭炮那会儿。北京没那么大的雪。哎，你俩过年啊回家最怕被问到尴尬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工资多少钱？你工资多少钱？没有。你工资多少钱？就怕人家就是问你挣多少钱，你告诉他1月3块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不想说让他们觉得我在德云社很苦。那贺言呢？我一般过年的时候一般长辈都说你该搞对象了，是不是？是我没有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
这问题还用问吗？这个是啊，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挺尴尬的，因为人家也是想出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跟你说这个，但是那大过年的，你说都想吃点好吃的，到这儿一见，嘿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你说我吃不吃？你反问他，你月挣多少钱？早知道应该这会儿是了。你们俩人上师傅那儿一般空手去吗？那绝对不会的，我们会那个拿着东西去，完拿着东西回来。没送出去。每次我们去的送东西之后啊，师傅师娘都家里有好多，师傅师娘都会给我们一些，都回礼是吧？哎，直接的就对，就是红包啊。啊，那你们给师傅送什么礼物啊？一般就是就看师傅师娘给我们什么了，主要就看师傅师娘表现。不会的，其实送什么无所谓。对，就我们其实有时候空手去，他们还能白了我们吗？一般都会给买点什么呀？对，我们都会过年嘛，米面柴油啊，就这些年货吧。对，大年货。对，师傅也很单一，就是红包红包红包。哎，栾队去师傅家一般给送什么礼呀？哎呦，我也不瞒您了，我每回都是空手去，因为吧，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有仪式感的人，确实是，我也给人买东西吧，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其实但是师傅师娘也确实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每回呢我也不给买东西。那师傅平时让你带回去的最多的是什么呀？带回东西就是他们买的那些东西啊。确实太多了。你们俩人合作多长时间了？我们俩12年了。你俩人也合作了这么些年了，咱们考一下你俩的默契程度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这个你们俩人一块给大家拜个年，这个说个吉祥话，比方说那个我给男的拜，你给女的拜，行不行？好。就给男的拜年和给女的拜年方式不一样吗？对，我要有我们东北的方式了。对，祝那个祝大哥啊身体健康，硬硬邦邦，风吹雨打依旧潇洒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裤衩子都穿最大的呀。来吧，狼爷。祝愿所有的美女们，啊，佳丽们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吉大利，越活越年轻，越活越美丽。哎，我问一下栾队，就是他们二位在德云社应该算是最相爱相杀的组合了，可以这么说吗？我觉得他们俩关系挺好，我没看出他俩有相杀的。对，相杀他们倒，我可能动不动爱跟他开两句玩笑，但是他就真就是这个用笑来化解就得了，呵呵，嗨，别闹了，就这种。就他俩人我也没看出有多好，但是我也没看出俩人关系有多不好，就我们比较正常是吧？别人都不正常，他们别人不正常。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对相声演员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，但我知道他们两个人啊365天有200多天住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听说的呀，刚知道啊。这个我跟高峰老师确实这一年里边得有200天我们俩住一个屋。哦，在这儿呢。对喽，他们俩算是相爱相杀了。我们并不相爱，他们主要相杀。对，那你俩算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？我们是有时候正常，有时候不正常。好，那接下来咱们把舞台交给有时候正常，有时候不正常的高峰、栾云平，有请二位。心里边太高兴了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又能给家乡父老们说相声了。对，各位朋友，通过我刚才那句话就听出来了。为什么说家乡父老呢？因为我就是咱们天津人。嘿，看到咱们天津的观众啊，打心眼里边高兴。好啊，啊，他呢虽然说不是天津人呢，不是，跟天津关系也非常的密切。嗯，他师父、他师娘，都是天津人，来天津次数最多，哎，也经常的来。对，喜欢不喜欢天津？太喜欢了。对了，嗯，他是北京人，北京的。其实天津、北京过年的时候啊，这个风俗啊、习惯呢，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。对，因为也近嘛。哎，离得非常的近。嗯，我问你啊，啊，咱聊聊，在这个北京过年到了大年初二。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？大年初二啊，对，一般来说都是回娘家。哎，你看看这一点，天津、北京就一样。嗯，初二回娘家啊，在天津呢还单独有一个名词，叫什么？管大年初二啊叫姑爷节。姑爷节，那意思各位姑爷们就都过节了。嗯，对不对？您也是姑爷啊？我也姑爷。我也是姑爷。咱们全是姑爷。对。哎，既然说到回娘家了，我给大家聊一聊啊我回娘家的事儿。您回娘家？对。您还有娘家人？呵，太有了。你不就是我娘家人吗？我是他干妈。这是我大舅子。
这个大家都知道回娘家呀是每年大年初二的事儿。对，但是我回娘家那回啊太可乐了。您讲讲。您想啊，嗯，那天呢我是一个中午，那天的一个中午，一个中午，嗯，在哪儿呢？在这个水上公园里头啊，嚯，有一个大椅子，我在上头正休息呢。嗯，坏了，怎么休息休息就感觉呀犯迷糊，要睡着，困了，要睡着，没睡着这功夫，打我这边啊，不是这边，嚯，打这边啊来俩人，两个，嗯，小伙子长得很精神，穿着是西湖，他倒没提了着羊肉啊。您这包饺子来了，这不西湖羊肉吗？穿的那个那样领子那个那叫西服，穿的是西服，嗯，拿着羊肉，呵，还是包饺子来了，过来到我跟前跟我打招呼，特别热情，是，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怎么说的，拿着羊肉，姑爷哟，姑老爷，姑老爷，这俩人管我叫姑老爷，嗯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你瞧，甭问，这可能是认错人了，哦，可能我这个面庞长得像他们家姑老爷，您这样的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像我这么英俊的人吗？您确实卖了毒份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得问问。我说，你看我像你们家姑爷吗？怎么不像啊？你这是活脱我们家姑老爷呀！小时候就这模样，现在还这模样啊？没变，一直我就认识你，一直就认识我，认错人了。嗯，我得问问他们家里边到底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。问这干什么呀？有用啊！啊，我不是他家姑老爷，一冒充到那儿男的多，打上我这顿他轻不了啊。哦，要女的多呢？女同志多没关系，嗯，女人心地善良，最多挠我两下。嘿，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，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呢？你听这话，哎呀，家里还有谁呀？小姐，那是您的夫人，再有就是老太太，剩下就是我们，谁能说您呢？哟，我这行，家里没什么人就老太太带一姑娘，嗯，这回行了，好，我当一把姑老爷，嗯，咱也过一回姑爷节，行，跟着他们上汽车，啊，开车来的，一会儿的功夫到了，到院门口一看呢，两个保姆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散步呢，哦，正，我赶紧过去了，我说妈，您先等会儿，姑爷看您来了，您姑爷，哎，您先等会儿，嗯，不是这仨人，你怎么知道？中间那就是本家老太太呀！你这人不动脑筋，家里有钱雇俩保姆搀着老太太在那儿散步，他再有钱也不能雇俩保姆再搀俩保姆在院里溜达。哦，保姆搀保姆了，对不对呀？我说妈，我看您来了。哎呦，这倒霉孩子，一来就跑了，二来就跑了。你是我们家的姑爷，哼，每年大年初二我还指着你回来看我来了。不就是因为没让你跟小姐完婚吗？和尚还没结呢，这婚这事儿不算什么啊。未来丈母娘，哦哦，先吃饭去，看出你饿了，洗澡去，喝到这儿洗澡换换衣裳，干净干净。我也是个人了，呵，原来还不是人呢。哎，来到洗澡间，把衣服全脱了，全脱了，找花洒洗澡。嗯，找了半天没有，这叫什么？在那脚上啊，砌着一洋灰池子，哦，里边都是那个白汤的那种液体浴缸，白雪修正液，嚯，好，全给你改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嗯，什么呀？这里这个牛奶浴，牛奶，对，哎呦，一大池子牛奶，嗯，哎呦，我又没吃早点，嗯，嘿，我先来这个吧。你要喝这个？这不错，我喝，挺甜的哈。喝了40分钟，四十分钟不能再喝了。怎么？奶味有点下降。一会儿喝干了，我没法洗了。可不，喝40分钟了。往池子里一跳啊，那奶味噌又上来了。对，哎，这里有科学原理。什么？这叫浮力原理。物体在液体当中所受到的浮力，等于物体本身排开液体所受到的重力，阿基米德原理。呵，好，嗯，这姑爷还挺有学问。没学问能留分头吗？就这德行，没学问能过姑爷节吗？呵，没学问敢回娘家吗？嗯，真是的。池子边上搁着6瓶浴液，6瓶，各种香味都有，还真不少。那选一个吧，洗3瓶，喝3瓶，还有喝浴液的，里外都干净干净。哎呀，这洗完澡换衣裳，嗯，人家里有钱，我逮什么穿什么，都穿什么？背心裤衩，好，秋衣秋裤，嗯，毛衣毛裤，绒衣绒裤，皮衣皮裤，西服西裤。皮大衣、皮斗篷、羽绒服、皮猴，你看看，你要穿多少啊？
哎，有好处啊。这好处在哪儿？万一让人认出来我不是真姑爷，打在身上就不疼了。哎呀哥，你看看，穿好了之后吃饭去。吃。到餐厅。哎，预备的什么？全羊宴。哦，提了羊肉吗？羊肉串。嗯。呵，吃啊，涮羊肉。呵，葱爆羊肉。全是羊肉。羊肉羊肉。什么叫羊肉羊肉？你看吃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见老太太。我说妈，吃饱喝足我瞧您来了。嗯，这还算有点人模样。刚才那都什么模样了？赶紧，你吃饭的时候啊，老太太我呀查了黄历了，查黄历了。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择日不如撞日好。今天就结婚吧。那查黄历干嘛呀？黄历就这么写的。哦，今天让我跟小姐结婚了。这回行了，我要结婚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就姑爷了。嘿，我要结婚，我变真姑爷了。嗯，我结婚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模样漂亮不漂亮，还挑挑模样。呵。长得要是漂亮，要漂亮呢，后半辈儿我就在他们家忍了。哎，要长得不好看不漂亮呢？不漂亮。对，长得跟张鹤伦他二姨似的。怎么样，我也在这儿忍了。不漂亮怎么也忍了？对呀，哪找这么有钱的人家去。嗯，我就在这儿忍了。一会儿这姑娘从这屋出来往那屋一走，我一看呢，太漂亮，好看，喜出望外。嚯，长得个模样啊，可以说磨其灯漂其亮，剪其头烫其发，长那个模样，说句天津话，真是又狗狗又丢丢。这是天津话吗？反正特别好看。嗯，有钱人家准备东西还特别的快。他人多呀，一会儿的功夫准备齐了。嗯，新房布置好了，给我穿上那个礼服。礼服。新娘穿上那个礼服。全是礼服啊，脑袋上盖着盖头。嗯，同到了洞房。洞房里边我一参观呢，软缎的褥子，软缎的被窝，新的。嗯，丈母娘没进来啊？啊，丈母娘没进来。丈母娘有进洞房的吗？我是姑爷了。嗯，媳妇在这坐着，蜡烛在那点着，拿小棍儿一挑这盖头，我一看这模样，比刚才还漂亮，还好看，心里高兴。是我过去刚要一拥抱，这行了，坏了，怎么坐那软缎的褥子呀？太滑哟，我掉地下了。嗨，这里出溜地下可了不得了。嗯，把我脑袋也磕了，把我腰也扭了，脚也崴了，衣裳也撕了，眼睛都对上了。您等会儿。嗯，您不是入洞房当姑爷吗？哪儿啊，我水上公园做梦呢，睡着了。谢谢二位，刚才一直提回娘家的事儿。对啊，我真得问问生活当中回娘家的事儿，你们二位还记得你们第一次陪自己妻子回娘家的事儿吗？这个回娘家呀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和大家都是差不太多的，是吧？都回的一个娘家，递了点东西啊，看看老太太呀，问候问候吧，是吧？也就是仅此而已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举动，我也没给他演节目。那栾队呢？第一次我就记得第一次是。给沏了一杯茶，这茶里放了冰糖了，冰糖茶，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哦、然后呢，人解释啊，这是让我以后嘴甜点。那说说你俩过年期间，你们这有什么说必须要做的事儿？必须要做的事，就有仪式感的那种的。你说我师娘家就是刚才他们拿那个吊钱，我就赶上过大年二十九，然后扫扫房啊，擦擦窗户啊，跟着我师娘一块儿贴这吊钱。对，干净干净嘛。对，过年了，焕然一新，贴贴吊钱，这是从天津带到北京的。北京过去很少有贴吊钱的吧？我都没听说过。哎，你看，我打小区里要一看呢，谁家窗户贴吊钱，可能就是天津人。对，啊，因为小区确实很少有。我们从原来那会儿初三初四在天津演出，对，你坐着火车往天津来，这一路上，哎，走着走着，因为那车程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，走到一刻钟的时候，就看见所有楼。上全贴上吊签了，一看就进天津了。嗯，那这个应该算是天津和北京过年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地方了。对，对，北京没不贴吊签。对，那过新年了，过大年了，您二位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呀？我这最大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演出，多给大家带来好的相声，也是希望德云社，我的师弟们，进步的越来越好，进步的越来越快。嗯，谢谢栾队，高峰老师呢？我的新年愿望呢，就是祝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健康平安。谢谢高峰老师，你给大家拜个年吧。给大家拜年呢，这是每年来说呀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，应该拜年，也是过年呢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嗯，祝愿各位亲爱的朋友在兔年里头能够
来，能够新春大吉，兔年快乐。非常感谢高峰和罗云平为我们大家带来精彩的相声啊！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两位呢，就是他们两个可以称作一个是话痨，一个是闷葫芦，然后一黑一白搭档组合。但是他们两位一开始试着这么一搭档，就搭档了将近十年的时间。那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晓婷、张九泰，欢迎。嗨，二哥，哎。谢谢大伙啊！感谢各位啊！哎，走上舞台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都得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啊！我叫刘晓婷，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啊，一个小学生，没有什么知名度，没有什么名气，太谦虚了。你看，能感觉出来，你看一点掌声没有。大伙儿多欢迎您啊！谢谢啊！提起我来呢，大伙儿可能不熟悉，嗯，但提起我师父来，朋友们，大伙儿都认识。哦，您还有师傅啊？你没师傅呀？我有天津，我能没有师傅吗？您师傅是哪位老师啊？我师傅啊，我有点难以启齿。不是，您师傅应该不错，怎么还难以启齿？说出来大伙儿也听听。因为什么？我怕说出来大伙儿笑话我。不能，谁能笑话您啊？您说什么？那我说了 啊，各位不要笑话我啊。我们忍着啊，我不要笑话我 啊。您朋友们别笑话我。我师傅是哪位啊？岳云鹏。大伙多欢迎啊！不知道吗？前几年最火的相声演员。那您提前几年，现在也不错啊。那是优秀的师哥，那是我的老恩师，老恩师、啊。介绍完我呢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。哎，介绍我啊，这是我的搭档。哎，这位老师姓张，叫张九泰，这是我名字。啊、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。啊，能感觉出来 啊，张老师应该是在这一边花钱了。哎，啊，因为能感觉出来，这一边确实是张老师的粉丝比较多一些。哎，啊，尤其是那大哥啊，大哥特别喜欢你。哎，还有一大哥啊，有一大哥，他看不见哈、啊，他近视眼啊，没想到大哥也近视眼啊。啊，真是近视眼相吸呀、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我们互相就是凭感觉聊啊。其实各位啊，看我们站在舞台上，嗯，一般来说有些个区别，和这个肤色很明显啊。但在舞台上不是那么明显了，不是很明显，因为今天化妆了，化妆了，对啊，我跟化妆老师说，我说一定要超过他的肤色，对，然后他嘱咐我这化妆师给我画的黑了一点啊，朋友，咱俩说相声了，是这不说相声，跑这聊天来了，没有，朋友们，一般来说站在桌子外面，这叫什么啊？逗哏，就说话还能起高，这就是天津卫视的舞台上，您又起高了。怎么了？能把起高全留给北京的观众吗？都得沾一沾呀。哦，正常正常。一般来说，桌子外边叫逗哏。太好了。一般来说，朋友们，长得比较帅一些啊，比较聪明一些。这玩意儿还是长得聪明的呀。啊，人不都脑子聪明？您怎么长得聪明的？看着就聪明，精神小伙子。哎，精神。嗯。桌子里边哎，叫捧哏，我们他长得难看一些啊，稍微的傻一些。不是，这跟长相没关系啊，我们捧哏的我们也机灵着呢。傻，脑子可快了。你傻？我不傻。不傻吗？不傻。真不傻？真不傻。这么得了啊，当着各位考一考你可以吗？怎么考？您说说。考一考你啊，考你一个小问题啊，一个问题回答上来证明你不傻。或一个问题就能证明出我不傻啊？哎呀，来来来，您说我听听，什么问题？来，这问题啊，来，注意听，说，傻子都说自己不傻，你傻不傻？我这玩意儿没法回答呀，这个怎么没法回答呀？这玩意儿怎么回答都傻，我就能回答这问题，没人能回答，我能回答呢，听不见呀？我问你啊，嗯，傻子都说自己不傻，你傻吗？我还行。随便说呀，你有点讨厌了。什么叫还行、啊？我还行啊，您是脑子不行。我脑子聪明，聪明吗？特别聪明，特别聪明。从小家里就夸我机灵啊，长得就是。你没有感觉你爸妈骗你吗？啊、不能，你不承认自己傻啊？没关系，我凭什么承认我不傻？这么得了啊，咱们正好是过年，证明一下咱俩到底谁聪明。大过年的怎么证明？咱们来一回灯谜好不好？猜一回灯谜，猜一回谜语。啊
啊，灯谜啊，谜语，脑筋急转弯类似的这些，可以吗？测试智力，行吗？没问题，你说的啊。我说没问题，我特别聪明。当着各位考一考你啊，来出几个脑筋急转弯。还脑筋急转弯？来来来，听题，就好猜这个。头一题，说，猜吧，对吗？对。朋友们不用这么捧，说实话我有点尴尬啊。这不才是您吗？正式考一考您。好呀，听题啊。嗯，头一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，说中了500万啊，打一个歌曲的名字。这太简单了，猜吧。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中500万高兴啊，好日子。不对不对，那就恭喜发财。恭喜你发财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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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就这两首歌是表达这种高兴的，那不对，那我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了啊！告诉你，您告诉我谜底。说中了500万，打一个歌曲的名字。什么歌啊？可惜不是你。这玩意儿谁猜得着啊？你有那好点的没有啊？好点的啊，好点的，我怕观众朋友们不乐，都是我自己创作的。哎呦，您的经典的小包袱没有关系 啊，来这个，如果说后边观众朋友们不乐，老师就给我剪掉啊。哎，我要说一些个破包袱。好，听题啊，听听听听您这破包袱。如果说啊，咱们两个人在一个楼里边碰见了，我可以选择不吗？那姑娘乐不出来，别乐好吗？干什么在那哼哼哼？你别学人家，大过年人高兴。如果说啊，咱俩在一个楼里碰见了，咱俩碰见了，咱俩会在几层认识？这玩意儿还分几？那在哪儿碰见就在哪儿呗，这玩意儿还分层啊？对，必须得挑一层，必须得挑一个，那就大门口呗。不对，因为外边亮堂，我好认你。不对，那过那不对。那楼里头这不好找啊，那我您说几层？你快点行不行？那几层？你快，因为下边的朋友都猜出来了。啊，你说行不行？那些几层？会在四层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四层。王老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还有吗？有，来，展示自己的机会到了。说来，东南西北。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啊，哪个方向永远不会收？哪个方向啊？猜一猜呀！对，我这来来来，朋友们，电视机前我来猜一猜，猜一猜，哎，拿出你们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来，拿出你们的智商。为什么？东方不败。我不录了，朋友们。喂，哎哎哎！回来！我不录，容易吗？朋友们，创作几个包袱，我毁了多少脑细胞啊！哎呀，这可惜了了。但是刘晓婷朋友们越战越勇，好，听这个，他要挑战自己，说啊，阿拉伯数字，哪个数字永远不会沉下去？我猜还是他们猜？无所谓，谁猜都行。阿拉伯数哪不会猜？这不好猜呀，这猜呀。您那个脑回路，这谁知道啊？知不知道？你说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猜呀！你在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吓着。猜着吗？回头给您都剪没了。您猜不着 啊？您说说。告诉你们啊，说阿拉伯数字，嗯，哪个数字永远不会沉下去？哪个呀？零。为什么呀？那飘零。啊，商量商量呗。对不起啊，大爷大爷，再尴尬一会儿啊。别着急，大爷，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包袱啊，这不错的，听这个啊，我听听。说有一只鹿，有一只家养的鹿，还得家养的，有一只家养的鹿啊，走啊走啊走啊，走到了山里边啊，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嗯，我以为这鹿一直走变成了高速公路呢。值多少钱？这玩意儿不知道啊，那挺贵的，应该。告诉你啊，啊，18万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里的山路18万。
漂亮。两个事儿啊，啊，一个是现在是过年啊，二一个呢，过年我也不想说脏话啊。你有没有好一点咱能测智力的？您这半天这能测出智力的吗？我已经没有什么存货了。不是，您要这样的话，我给您出一个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给你出一个。你给我出一个。我给你出一个。给我出一个。听着啊，嗯，说飞机知道吗？飞机，我仿佛是知道啊。这飞机啊，啊飞机在天上飞，天上飞，飞着飞着特别突然，扔下一尿盆下来，问你啊，为什么？飞着飞着突然扔下一尿盆下来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超重了。飞那么大飞机超重，就差一个尿盆的重量，里边装满了尿。哎呀，行，咱大过年的不提这个，跟这没关系。没关系吗？不是这个。那你说。不知道了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告诉您谜底啊。那没有原因，想扔就扔。就多简单的呀。还有吗？这种当然有了，你再来一个。哎，有一个青年男女在公园里搞对象，突然那女的晕倒了，问你为什么？没有原因，想晕就晕。不对，尿盆咋打？好，好，好！哦，你这是连一块的呀？连环题。哦，你这真有意思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多好啊！您猜得着吗？那我还说你们逗哏的脑子也不行呢，对吧？你长得就缺心眼儿，你这就是，你嗓门还不好，你。咱真得了，这么得了，咱这个大过年的，咱玩点这个，啊、您说这个灯谜，灯谜，这过年的民俗活动啊，这个咱来一回。打灯谜你行吗？还我行吗？打咱一外号，您是灯谜姥姥，啊，常听人说灯谜姥姥，灯谜姥姥的感情就是您呢、啊。北京老话，姥姥谁都不服，就是我。那咱得拉手了，怎么的？我有外号，您是灯谜姥爷。去。咱甭来这套啊，咱来回试试，来回试试。对，这么得了，谁说一个，谁来猜。那您说一我猜，我说一个您猜，对，但咱不能白猜，那怎么涂黑了猜？那咱得赌点什么？挂一点小赌注，挂点小赌注可以啊，来点小刺激。行，这么得了，嗯，大过年挺开心的，对，咱们赌10万块钱。大过年的赌10万块钱，你穷疯了是怎么着？你不得把这些年的红包给我补一补吗？那也补不了这么些呀，咱太多了，少点，少一点，少点，少点。赌多少钱？咱就您往下降就行。嗯，10块钱。10块钱，谁都掏得起。10块钱行，可以吗？10块钱，我给您发一红包，这我掏得起啊。赌10块钱，我今天给您发俩。说一个扣字拢印的。哎，对，你这正经是好的呀。7个字，猜一个字。7个字里边猜一个字，行吗？没问题，您说说。听您那题目，半夜叫门，问声谁？7个字，猜一个字。哎，这有点意思，您等我琢磨琢磨啊。半夜叫门问声谁？半夜呢，在家待着。上家找我来叫门，一叫门，谁呀、啊？我，谁？我，这字念我。说别的不好听，一叫门，你谁呀、啊？他，你这不是人话呀？猜着了。哎，刘先生，怎么了？跟您说啊，我猜着了。你猜着了？猜着了。真猜着了？真猜着了。啊，我给你换一个。好，你等会儿。说远看是条狗，近看是条狗，打着不走，骂着不走。你刘耀廷这人，你甭来这个。我猜着了，你不可能猜着，真猜着了。谜底我知道了，什么呀？念我，不念我，念我，不念我呢？那你说念我，我说不念我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这好办啊，好办啊，咱可以表演表演。怎么表演呢？这个好比方说，这现在就不是这个舞台上了啊，这好比就是我们家，这你们家。半夜呢，你上家找我来，嗯、啊，你到我们家门口，你这么一叫门，我一问谁呀、啊？你说我，你就输了。说我就输了，对。那要不说我呢？赢了，保证说不了我，准得说。咱们来一回，来一回啊！嗯、我在家等着你啊。说半夜没事啊，上张九太他们家去一趟。哎，您瞧，说着说着还到了。哟，门口站着呢。哎，对，出去。像话吗？怎么了？大过年，大冬天，我站门口，我有病啊！我看见你了。你看见我不行？有门。哪有门啊？这有门。哪有门？哪有门？哪有门啊？你像个你像个人一样行吗？哪有门啊？这比方这有个门呀。没有门啊。不死心眼的，这是门，这是门，这是门。敲门呢？敲门，看那个了吗？这就敲门了，这就敲门了。对，哎呀，神奇啊！这神奇什么？你们家门啊，都往下敲啊！我，你们家住地沟里啊？您啊，你们家忍者神龟呀、啊？去！你们家住下水道，这作比成样啊、哦！作比成样，比方是门啊！对，好，再来。哎，别赢点钱容易吧？这半夜没事啊，上张九太他们家去一趟。
嘿，您瞧，说着说着还到了。亲亲我的宝贝。没在家。哎，在家呢。什么叫没在家呀？在家你不出来？废话，半夜叫门闻声，谁？你得叫我呀。你说叫你不完了吗？光敲门谁知道啊？叫你不完了吗？叫我呀。孙子。哎。哎。咱这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有喊孙子的吗？怎么了？这不骂街吗？骂街你也知道骂街呀。你天天喊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骂街呢？我不喊你侄子吗？没喊孙子呀。对，你小名不叫分子吗？分子、啊、谁有这小名？没有，这叫张九泰。张九泰。张九泰。再来。张九泰。谁呀？出来瞧。哎，出来瞧像话吗？哎，你看出来了。我没出来。您这框出来的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得说我。说我输了。大叔别来呀。矫情。抬杠嘛。再来。来呀。张九泰。谁呀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嗯。有大半夜敲门问几点了的吗？都说你们家表准，你们家没表，有表都砸了他。你说我，说我输了，大叔别来呀，矫情，抬杠，再来，来呀，张九泰，谁呀？快递，快递，咱没听说快递半夜敲门叫门，对，啊、没听说，我就说我，你说你这人为十块钱治愈的吗？不眼睁说你就不说呀？说我怎么着？说我就输了，说我他就输了，对了，他要不认输呢？不是东西，这你说的，负这责任，再来，来呀，谁呀？我，你输了，哎，去。我刚才在下面听说你们两个人这是第一次来天津卫视是吧？对对对对，之前没来过是吧？第一次一块儿来。哦，第一次一块儿来。哦哦，对，一块儿来。那这一块儿来感觉怎么样啊？一块儿来感觉天津的早点很好吃、嗯、一个人来的时候不觉得好吃是吧？俩人来的时候觉得好吃、啊、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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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哎，过大年你们两个人最激动的是什么事儿？最激动的又老了一岁。我最激动的是因为又有红包收了。又有红包收了、啊、又有红包收了。就每年会要压岁钱是吧？都会要压岁钱。你跟谁要压岁钱呢？都大爷新年快乐。来，新年快乐。是师哥。师哥大爷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啊大爷。愣头磕脑吓我一跳。大爷新年快乐。不你刚才吓着我了，你得给我来点精神损失费了。这反应太快了。吓着您了啊！吓着我了！哎呀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不是，先说，刚才说刚才那吓着得赔点了。大爷，您先说，您红包给我多少？哎，我问你，每年的时候都谁给你红包啊？每年的时候，就我，你甭看那个还，还没关系啊！来来来，每年时候其实就我师傅给我红包啊、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师傅家还让我去。谁家不让你去、啊、别人家都不让去了是吧？别人家一般来说发微信回的少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大过年的都怕破费。嗯，都怕破费。你就是个破费。他是个河北人。哎，既然这个要红包咱就得给红包、我们手里都拿着了。有的对吧？对对对对，都不好意思了。那一人一个红包，那是多少呢？还有点神秘。对，神秘吗？是吧、啊、来，这红包你先拿着。我拿着。把这个给张九泰。谢师哥，这还是师哥好。我跟你说，那栾队，我这给不给呢？这都是我的，给得给得给、啊、给，也挺沉的，是吧？谢谢，行，那您去拿着。谢谢、嗯、谢谢。哎，哟，大爷，这没少塞呀、啊，这个是吧？那不是我塞的。等会儿，但是这不能现在就说归你俩了，说不定待会儿我得要回来啊。对，这红包给了还有往回要。拿红包，我们得有题考题给你们两个人。你们两个人要是答的可以的话，这红包给你们。哦，还有考题，对，不能白拿是吧？对。所以这个
得看看你们两个人说吉祥话的这个功夫怎么样啊。你俩一直能说会道的，说实话这可难不倒我们。是吗？这吉祥话也不能说随便说那几个吉祥话，必须是好的。对对对，你必须得挂上这个动物啊十二生肖啊，这行吗？这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第一个就这样吧，没问题，先把十二生肖套到吉祥话里边，这可难不倒我朋友们。这是吧，啊，这难不倒你自己啊。难不倒我，来吧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那我就祝大家鼠年吉祥，金牛迎春，生龙活虎，玉兔东升，龙腾云天，金蛇飞舞，马到成功，羚羊起舞，金猴闹春，大吉大利，十全十美，猪拱福门。好，这回该张九泰了，我来是吧？哎，叠词，叠词。哎，那我祝大家这个欢欢喜喜，哎，快快乐乐，哎，高高兴兴，哎，开开心心，过大年。好，好，啊，可以。这红包我觉得现在可以打开了，可以看看了，对，可以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我已经好奇半天了。哎呦哎呦，福袋，还有两个小红包。张九泰呢？我们已经解开一扣了，你直接从中间拿就行。哎，我这里边是一个快板，快板。哎呦，还是金快板。哎哎呦呦呦呦，大爷，我这摸着里边不全是金粒子吧？金粒子啊，全是，不像金粒子，是吗？闻闻，哟，这个是一个福袋，福包，对。所以呢，希望小婷在新的一年呢吉祥如意，事事顺心。新的一年呢，祝张九泰在相声事业上更上一层楼，然后幸运好运齐来，大吉大利。嗯，谢谢栾哥，谢谢栾哥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天津卫视。张九泰有没有什么小愿望啊？新年愿望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明年健健康康。就是多挣钱多演出，看我们栾总给我们多安排。得，栾总还歇着呢。哎，刘晓婷有什么愿望吗？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在座的也好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好，包括家里人啊同事什么的，嗯，身体健康啊，事事顺心，嗯，然后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多挣钱啊，2023过一个好年。太好了，嗯，好，说的非常朴实，但是非常真诚。谢谢刘晓婷跟张九泰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二位。其义把朝纲，君臣共议善火文，奉命道具作荒唐。老夫杨波，今承天运，保举登基，思想起来毫不侥幸也。
是拨云苍狗，想起了先帝爷，两泪交流，力量则窜江山，龙争虎斗，锁朝阳，断水火，妇女无情，万事全休。虚晃雄狮搬来龙牢啊靠，臣王兄传一道太平诏谕文武公侯，禁止一刀甚至下朝堂，丢之荒野做家邦，与此同垂我儿报，象牙虎斑在胸膛，准备进宫傲月雕，安排铁锁那里保驾来，我来也。啊，新夫人，你与孤王算得良辰吉日，怎么杨波做了金殿了？万岁爷头戴王帽，身穿龙袍，怀抱玉玺，怕他则甚？嗯，所以即是闪开了，有力量来呀，怒气多，开眼大骂的杨波，我的江山被你夺，乌鸦夺去凤凰窝，九龙口里往上奔，我这一脚踢你心口，我拿下了啊，宝剑杀内臣，头上则下黄文帝，放在定角恩师不要动手，皇兄搬请太后。遵旨，有请国太。
哎呀，绑坏了！我父被绑在殿旁，哎呀，国太呀，念在父的之前，王国太，救命啊！Thank you.
相信在过去的虎年里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堆积起点点的幸福，当然也有不如意和不满意，还有很多遗憾。让我们抓紧时间振作起来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在新的一年呢，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祝福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达，让我们大家带着一颗美好的心去拥抱崭新的春天。我们下期见。